我就玩大乔，没办法。你能玩的都没得玩啊！法师射手全给你们霸占了，是吧？坦克，想叫我玩坦克，除非去打排位的说。我还想玩李白的，没机会玩。大桥后背，我的宝，谢谢。来，我去上面浪荡一下。哎呀，我怎么晕了？我怎么晕了？被妲己射晕了！靠，赔大了，赔大了，赔大了，这可真亏呀！妲己，你给我记住！一翻二也算值了。小女娲就快出来喽！欺负我刚才没有一技能，我刚才要是有一技能的话，他们奈我何是吧？他们能奈我何？又没妹子，开啥语音呢？我去上面支个盐啥的。放风筝被我传回家，雨季怎么也要回来啊？我还看要出什么装好啊。快点快点，别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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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傻呀！我都说别上了呀！我还在摸索大招，然后摸索出装哎。
动不动开个二技能瞬间就回家，谁能奈我何。他妈的，这个二技能传得太慢了，再快那么一点点的话说不定就可以救下来，应该扔远一点让他可以逃跑。不要红，掉糖这么猛啊，那么点血呀，能虐那么多人。貂蝉好猛啊！好猛，下路有危险。对面的鲁班开始喷人了，昨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鲁班，他那不停的喷人。我的大刀没扔出去。廉颇在打五荒花木兰，为什么？传回来，瞬间两个战斗力传回来。他妈竟然秒血，谁呀？没人打呀。
你又能走吗？不了吧，跳跳，就这么一波强撸，对面已经崩溃了。还等着等着大招随时撸回去，把他们扔过来打主宰算了，算了算了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他又活下来。救我！这么一波好可怜啊，我操！想把他们拉过来打主宰，中路，他们开始攻中路，下路居然没有攻上去，小露娜肯定要死了，这么多人围殴他。我操！居然这样子把我给终结了，主要是被妲己睡了一下。我九环吊灯十一连杀，很爽。打主宰呀，为什么不能去打主宰呀？如果是活的话，我直接丢个大招在主宰那里，你们不打也得给我打。终结了，貂蝉被终结了，我还没被终结，我天，貂蝉这么溜啊，貂蝉这么溜我都心疼对面了，是吧？怎么打这么糟糕？小雕你还不回家呀，你也真倔啊。
我怎么变成法师了？不要，我还是做一个肉吧，因为对面有妲己，一不小心戳死我。太近的嘞！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小虞姬。你那个主宰都不打呀，这样子，你们也太狠了。哎，还没打完呀、啊！我都飞得这么近了，还没赢啊！飞得太快了，我竟然能挨得住一枪，是吧？那个泉水打我一下，我以为马上就结束了，这拆塔拆那么慢，太令我失望了。这貂蝉真溜啊，14连杀，保存，很厉害。你说他对面也比较坑，拉来打排位算了。我就玩大乔，没办法。你能玩的都没得玩啊。法师射手全给你们霸占了，是吧？坦克，想叫我玩坦克，除非去打排位再说。我还想玩李白的，没机会玩。大桥后背，我的宝，谢谢。来，我去上面烂蛋一下。哎呀，我怎么晕了？我怎么晕了？被妲己射晕了，靠，赔大了。